主料：莴笋苗400克，辅料：五花肉100克，葱、生抽一汤匙，盐一小勺，鸡精 0.25 小勺，食用油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五花肉切片，葱切片，莴笋苗洗净，从中间剖开，锅内放少量油，放入了五花肉片炒出油汁，放入葱花炒香，放入生抽炒匀，放入莴笋苗翻炒，待莴笋苗变软之后，调入盐和鸡精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因为莴笋苗极嫩，所以整颗炒或者从中间剖开炒味道很好，如果切成段反而容易炒得过火。二，其实用肉末炒这个莴笋苗更好吃，鱼家没有肉末了，也懒得剁肉末，所以就用肉片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